看看新闻网。好，那说到前阵子呢，有消息称说吴彦祖想要暂时退出娱乐圈，回美国照顾这个病重的妈妈，是不是？可是没想到吴彦祖回到美国没多久，妈妈的病情就加速恶化，而且很不幸的，上个月她悄然离世了。没报道，吴彦祖3个月前就得知了母亲肠癌复发，随即携带妻儿回到美国，在病榻前陪护。孝顺的 Daniel 还解散了经纪公司，打算暂别娱乐圈，安心的照顾妈妈。可近日噩耗传来，吴妈妈病情加速恶化，于上个月底不幸辞世，享年85岁。所幸弥留之际，吴彦祖和家人一直守候在侧。丧母之痛让吴彦祖一时难以恢复，和外界几乎失去联系，就连圈中好友古天乐也找不到他。那我们每一个人，几个有一天我跟导演说也很想找他，可是找不到他。不过作为好哥们儿，古天乐也是隔空安慰吴彦祖，表示香港的每一个朋友都会支持他重新归来。其实我要打给他，但是他的电话已经关掉了，所以这一件事我也是听朋友说才知道的，希望他知道我们每一个朋友也会支持他的。吴彦祖经纪人乐小姐表示，吴彦祖会暂留美国照顾失去老伴的年迈的父亲，但香港还有未完成的广告合约。娱乐新天地期待吴彦祖重新回归。编辑报道。